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香港女星赵雅芝1992年演了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饰演的白素贞形象鲜明，至今仍被称为经典。她最近和老公黄景琛一起出游，在微博上传夫妻俩的机场照。26年过去，脸上完全没有岁月痕迹，连身材都保养得宜，立刻成为目光焦点。赵雅芝当时身穿白色帽 T， 微卷的中长发随意披在肩上，脸上戴着超大墨镜，搭配黑短裤和大红色及膝亮皮靴，脸上笑容洋溢，与老公黄景琛十指紧扣，夫妻俩并肩而行，浑身上下行味十足，引起不少路人驻足观望。照片抛出来之后，他更令人吃惊的是，白皙脸蛋上几乎看不到一丝岁月痕迹，气色好到能透出光来，一双长腿也是吸睛度百分百，让许多网友看了直呼好扯，不敢相信照片中的他已经63岁。照片公开后，不少人都在留言中直呼女神，也有人急着询问保养秘方，还有人开玩笑表示，你们夫妻俩看起来像父女。另有一票粉丝认为，她似乎有越活越年轻的趋势，看到这系列无痕美照，啧啧称奇。